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应当啊，讲得最清楚的，应当就要讲说，佛祖太子的时间，这个来子就是落后落，佛像了一个啊，一个太子。要慢慢的服装呢，根据俺的中国佛教、北传佛教的说法嘛，也认为落后落是佛神托的一张属事啊。因为讲是干嘛的佛啊？那么出家苦行六年以后。神就不脱，那么神脱的人啊，落后了，张叔叔。那么因为出家很久呢，好几年呢，那落后了张叔叔。那么因此这个是家族，尤其王宗宗啊，所以这个落后了的母亲耶稣陀罗就有啊许多误会。那么因此之故呢，啊，就当时一个落后了的母亲耶稣陀罗就反言，讲家庭讲的啊，唔系太子的亲戚嘛。那唔可以用佛行来跳落去就熟悉，假定讲是太子的亲戚，那来跳落去啊，不但唔会熟悉，而且能够啊保存母子平安。那么因此当时就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试验啊。那么那个耶稣陀罗那啊男的那个落后了，就跳落佛行。那么当时的佛行赌行啊，就生出一堆个莲花啊。上述一堆典范呢，把这个耶稣陀罗母子啊托在上面上，唔会上到啊、不但是个佛唔会上到去啊，连手续都冇，即其停了，所以耶稣母子俩无恙。这个家庭尊长讲，信耶稣免难受灾障，也系表示按你个意思。不过你也是被传佛教的讲法，被传佛教的讲法，因为印度人不注重的是到底实际情况很样板啊。2000年前的事情，现在没办法求证。那么，如果按照以南传佛教呢？南传佛教传到缅甸、泰国、雪兰莪，带个南传佛教的说法，就认为讲话，释迦多太子出家的时间哈，落后了就已经出世了。所以那个有延续啊啊，同样那个释迦牟尼佛的事迹啊，个记述。当时给多太子出家的时间啊，那么就显示过嘛，耶稣陀罗身边呢、啊、就有罗侯罗了。那么也是南传佛教的讲法。那么以南传佛教的讲法呢，当然是比较接触人情啦，为一般人所能接受。被传佛教的讲法，因为讲佛神托个一张出世啊，所以讲个名目很多服装，以前还有故事说明，那么比较就哈神法。啊，为现代人比较难以接受。所以因为杨爸爸按照服装呢，那么落后了啊，以过去多生修行的时间啊，啊，曾是出现露出一个啊，给那个啊，带个出现了，就是一个通穴，露出带个通穴的里边通堵上呢，那么落后了，当时修行的时间啊，把那个露出龙啊，拿来石头啊，说地块上啊，啊，六年。啊，所以像像我是啊，另外一种说法。那我还有一种说法，讲落后了从前呐、啊，曾做过国王啊。那么曾前有一个贤人呐、啊，修行的人，想去抢求托办。那么落后了当时做国王的时候答应了，答应了，因为王宗呢是忘记他把那个银子拿出来供养，因为王宗呢六日长出来啊。啊，那个贤人呢，因为是对那个国王的有请啊，虽然没合适，又不敢走，坐在这个边饿六年。那么因此那个国那个贤人啊，恨那个国王，说你阿呢害俺饿六年，那俺以后啊，俺发个恶念，希望你以后生生世世而出母胎六年，啊，也有一种说法。不过另外一类说法呢，都是属于北传佛教的说法。
那么究竟是实际情况啊，那样办，没必要去追究了，没必要去考察，因为那个都是过去的事情，落后了究竟哪时出事啊，那给名声要买卖的服装一个道理，人家就好不喜欢没买的关系啊，一定要神经团反到没买的关系，所以不必去下功夫去研究。不过落后落在佛弟子当中呢，也是没很体验，这个修行啊，第一是个修行，一般人不知道的修行，发发健康佛对落后了数据的时间啊，这个气胸行就有点两句话说，落后了没很为我能弟子，我不自身讲落后了的第一修行啊，只有佛长弟的蒙人地的金阳板修行，所以金阳板修真的阿罗汉果，那么这个修法呢只有佛长地的啊，所以一般人看人修行往往是看外表啊，啊这个内心有修没修蒙人看得多的，但是落后了的修行呢就是内心的没很不没外面上看得多，所以后来真阿罗汉果，那就是内壁菩萨很外现上文身，要不一般人说不对的，就是没很体验落后了。按照这个佛经上的说法，就是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他要提起般若，回到你的故乡的时间了，就到罗侯罗出家。根据白传佛教的说法呢，因为他当时罗侯罗长七八岁，所以佛陀的出家是做沙弥的开祖，小沙弥啊，佛子做沙弥哈，出家做小沙弥，而满七岁。满七岁以上的岁人呢，将可以出家做小沙弥，所以这里方准备按照起悟沙弥，七岁到十三岁，那段时间按照起悟沙弥，岁人呢还没有得修行啊，比如有三样的十个东西啦，啊，我们装掉的啊，做起悟沙弥，落后了就是那个沙弥的第一台主持，啊，的开祖最先的小沙弥，那么落后了出家的时间呢？像沙利佛做的个剃度的佛像，就是一个剃度师，这沙利佛为佛像，目犍连为偶像的，所以当时罗侯罗多少沙弥出家，由沙利佛普及出家啊。那么当然真正普及出家的人呢，还是释迦牟尼佛。那么后来成就这个阿罗汉果以后啊，佛长说一个嘛，没很第一啊。那么急忙有正果以前，处处加少沙弥。也一条皮，那么有一个条皮呀、啊，佛教徒这个方法嘛，也真多一提出的啊。因为给他的生意呢，收啥米啊？不大王你，这个魔就是讲啊。那么人类这个佛的顶上，我讲世尊有什么？明明就是突发众生了，魔在顶上，落后了就会骗人个有啊，说对不？哦。这个人地不去人民在进口去摸啊，真正佛在那个顶上，人来问讲，是怎样说顶上吗？他就讲摸出去的，实际上是坐地方来的啊，顶上的大王人。后来人都传播，释迦牟尼佛唐道，我阿罗侯罗啊，创始人的大王人骗人啊，那么佛就高兴去，有一年释迦佛就喊罗侯罗讲，罗罗来，嗯，做乜嘅啊？我爱睡觉，拿脚盆来装水，帮我睡觉啊！落后落后，脚盆拿来啊、哦，就装水，就装好脚盆，时间不睡觉啊啊！脚睡好了就他们就讲落后了，这水倒来去啊，要煮到二楼倒水，要慢慢慢倒，要多慢还慢个倒呢？这水不能睡好吗？就是我个睡觉水，是太厉害了，也是得了。那你那个睡浮水没？是浮水呀、啊，浮水都掉拿上睡一下，睡到脚全部都湿了去。啊，科学家的四角水落向龙门就冇得留起来，留到前面大家都识唔得佢甜嘅，嗰阵冇料到，啊落向龙又唔敢识，就有个四角嘅水按我左下咪识，吓，佢就话住我，而家事嘛就像个四角水冲浪，我讲，我先要去到个四角水冲浪嘛，唔像是大王鱼啊，我要在电山要骗人讲忙，我冇坐电山要骗人讲要，而家身体就冇钱上。身体无形象的大王爷就是垃圾，了就人家的四角水中央，从今以后没有再过大王爷让你骗人，
你用安尼大王二片人吼，我就喊你是四角水，挺好哦，你能搞土地吼，嘿，感情你土地大王，你喊你是四角水。我落去了，讲多嘞，讲是四角水，以后唔敢大王你，我说多去啦，多去嘞就，福建喊你讲，根本变壮嘞，哦，根本变壮嘞，就多吃饱吃壮嘞，我水水呀、啊，水多落去。脚盆都变壮了，你向上填，搿都背囊向上填，俺让个涨水涨得浪了。师兄讲，人家心没冲开安尼，哦，人家心啊，本个妄啊妄想啊啊，还有那个大妄念，个吹人杂逼的呢哈，发水干闷一批，就用个脚盆变壮了样诶，个发水干闷一批，人家大妄念个心里唔拿得哈，唔持守啊。无事枪吼，人家心就本了嘅啊，妄念覆盖的呢，所以个法术要改唔易事哦，还冇大妄念冇啊，唔叻唔叻哦，还冇大妄念啦哦，佢变咗啦，变咗水多落去，涨起冇，按你涨起哦，下一拜你就冇大妄念，按你法术去咱们念，唔少行咱们神修，搞土地按你搞啊，仓库搞土地搞落去咯，按你个搞法哦。唔是用大用嘛，啊、哦，尤其师兄人个土法嘛，佮冇用，我用阿个方法，要服天后个神高，哎、他个唔叫用，结尾乱来，哦，唔做规矩，他咪湿湿四脚水，天后啊，家庭方法其实唔做规矩，啊，你都脚盆变咗啦，我、啊、水怎么去？唔会咯，唔会咯，人家个啊，个乱七八糟个心理啊，个大妄想个呀，哦，还有个唔错个呀，全部拿来洗手诶，等于脚盆变咗啦，是就讲个人。啊，落后了，初初感受三米十，十八岁一个时间，付出长时用按那个方式去搞它，啊，其实一次就成功了。从此以后认真修行证，我老方讲，就是每天第一，你看就是落后了，我第十位，过了第十一位，九反薄体，九反薄体也是印度话，凡省中国发我那牛齿，牛齿，牛马的牛啊。丝哈，条丝片都在公司的丝，条丝片都在公司的丝啊，那牛吃，吃啊就会臭。牛某些东西哈，牛会拽啊，某些东西你们见臭啊。大家讲过天的人了哈，有看过牛，看那个牛哈，牛头也臭，毛头也臭，跟牛平常都死臭啊，我再见天拢见臭，嗯，但一个凡系牛，大家做是毛田，从此见臭。而九凡菩提的后尾必修呢，九安的个修业个模样，平常时一个嘴啊，就像牛样诶，见臭东西冇停，所以我们牛齿必修。佮做嘛个东西，我有安的个果报呢？根据经论那个说法吧，讲九凡菩提在五百世以前，也是一个出家人，出家人多少三米啊？那么该当时九凡菩提五百世前做修三米哈，也挺调皮。看到一个老比丘啊，年纪多了八九十岁的老比丘，磨牙齿，磨牙齿啊，是东西臭的烂，就慢慢的进脉进脉进脉啊，你再进痛啊。哦，一个九凡菩提的前身的修三米啊哈，看到个老比丘啊，你磨牙齿是东西慢慢进脉进臭哈，你就臭，那个臭法我。哎呀，老比丘啊，我看人家像牛哦，像牛多头样的臭毛田。点点讲个老比丘，就是俄罗汉，真罗汉过个人。啊，佮两个诽谤俄罗汉哈，骂俄罗汉最高心态。所以两个老比丘马上就问：受啥名？你是挨我？挨那份不是你，你就挨了别个老比丘嘛？哈，老比丘对啊，没错啊，但是挨已经真俄罗汉过啊。你现在骂俄罗汉讲话是牛多错，他一般你就生生世世做牛呢，不但做牛还要落地牛啊，关键忏悔，当时受染米堂都要出家哦，关键求忏悔，但是忏悔只是不是落地牛，从此以后连五百世做牛，九凡菩提前身呐，因为阿弥的激发啊，骂那个真俄罗汉个个老比丘讲，是东西像牛多错。从自己就做五百十个牛啊，真是自家的牛多错。那么因为过去神就出过家多少三米，老佛法家有人，所以五百十个牛一满的哈，转身就做九凡菩提。那么因为这五百十牛神呐、啊，个最爱的臭东西个习惯很保守，
所以出世众人做人哈，这个最还是像牛刀错，从事跳摩天。但后来小汉说噶，真阿罗汉过来，真阿罗汉过佛讲法，佮讲话，他人间上有爱的啊，佮做跳摩天，有讲法骗人，有个帮阿罗汉啊，有做了催眼，因此佛就喊佮讲，哎，叫范菩提，你莫带出人间，你带出人间，讲法本人做跳眼。就安样的呢？就跟去田中，去田中，去土地田方啊，本田人中央，田人就有神通啊，有田人通，第一看就第一那阿罗汉，唔会诽谤，唔会穷见你，就唔会偷偷吹呀，你本田人中央。所以是九盘菩提在菩提子当中呢，就是数田中第一，你看看第一真好爱都真想哦哟，就得唔到的呢哈。数田中第一，一年都按运就是田上啊，数田人的中央，每年都是田上的田畜没有种啊，那都是田中按的，是个东西唔影响的啊。所以这个九盘菩提就是在菩提子当中受天中第一，创世本天人中央，也就是九盘菩提啊。第十一位九盘菩提受天中第一，就是因为有九牛子的学习，所以佛汉子真阿罗汉过以后，在天中行啊受天人中央。过了第十一位，扁头颅波罗多，也是多那个多，还有秃驼啊，一般人秃吹。没吹是吹呀、啊，扁吹跟吹下面做土当做吹啊，然后做土再做多，怪你是多了啊。那合法呢？有的做土，有的做多，他的也个是人嘛，他一般人习惯性都做扁头颅薄了吹啊。其实呢，他是吧，没吹是，因为呢是反迷呢啊。那中央四人都没正确啊，也没忙个太管黑敌得给反迷啊。那么论事呢，那个是些多事啊，合法呢真秃秃妥啊，他顺过人秃秃多啊，吹是啊，扁吹个吹，卷吹个吹，下面个土是该怎个吹，那就是当背后东西点下了那吹，你啊就是点落去个吹，扁头颅凡身中国方按照不同，那几个相，波罗多那几个名按照利根，不通利根，扁头颅波罗多就是不通利根。两位尊者哈，你在菩提子当中啊，福田第一啊，真阿罗汉过以后，你在人间啊，而接受人的供养。凡是有人大在供养啊，只求而去接受人的供养，本人中福田。所以为了福田第一，今年我得到的啊个福田第一个阿和呢也有原因。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间，对于佛弟子啊哈，众人真身果有神通，他不准许佛弟子随便现神通啊。某特殊的情况啊，不准现神通。有一年，释迦牟尼佛以前150比丘啊，出去托办啊。当时呢，泰路边上有一感人啊，我们的树体壮扎，树体壮扎的家门后方啊，种一头泰树，该泰树挺高。哎呀，个树体壮扎是个要弘扬有钱人，他用金咩啊，纯金去打一扎，是翻个板，做一扎翻板，那个金板啊。就拿了表和金木面前的路边那个台树的最当辈的树茶哈，而树茶都散发，本作散发，这个把就表我了散发的中间上来啊，啊，听过呢，啊，可能我说哈好几唱歌呢。那所以前一半是必须出了头百个时间啦，一个树体庄稼就显布，啊，各位尊者，你骂人啊，不是上树哎。树安的村上去拿那个叫八道矮个叫八就供养起了呢啊，前一百五十比丘佛行在最前面，天台佛神希望啊一直行能够，他看见没存树去拿，他地都是阿罗汉啊，而拿不会拿那么多，因为他看没现神通，没拿啊，也是到最后一位啊，就是扁头颅，扁头颅是最后一位，扁头颅是一样慈悲心啊。两位庄家也用按那个方式来供养啊，虽然没去正确，但是其实是一番好心嘛，发好心要供养出感人，
但结果无人肯接受其供养吼，安尼话开始自己妥协嘛，为甚至推让，所以因此呢，最后一位扁头路啊，看到都无人肯接受其嘅供养呢，就扁头路行到嗰位就苏存上师啊，因为佢神童啊苏存上师就把佢金板拿下了，就接受其供养。哦，一个苏地藏在看到扁头路接受其供养先欢喜咯，五地头啲向佢当礼。扁头路得到呢个金板，中央一头白骑士啦，多转来多进山，太假十八番的佛说法，我就十中啊，当时就把那个扁头路喊出来，讲扁头路，你按呢每初一集金板就来献神童，也不应该有嘅，啊，他随便献神童，我初中众神嘅错误嘅观念，因此就挖那个扁头路。讲你既然按爱接受人间供养吼，我这么一命令你哦，从这么一开始，你唔可以咩？你唔可以用硬盘。那你要出差两个时间，要挨个发寒顺差、复发寒顺差的时间，有人实在供养，你就接受去供养。嘿，无啊，你就慈悲心是无多出代。你既然发心我慈悲而受人供养，从此以后有人发心。实在重要，你就接受也重要。所以扁头路无人咩，一直都这么样很菜啊。但是有没有一次俄罗汉，无人提得起那边，带出那边哈。那你中国寺庙有那个十八罗汉，十八罗汉其中有一位啊，目弥摩长长的，目弥摩长长啊，目弥陀梯啊，目弥摩长长的我才说，哪那目弥摩个啥，这就是扁头路，扁头路尊长。落多木面冇长长用树拿哦，嚟非常嘅特殊啦，咁就是扁头路。那么扁头路尊者在印度教上人重要嘅情况，现在是难以寻到了嘅记载，冇办法说明。那么在我哋中国佛教方佛法传了将近2000年，也有好几次按一个记载嘅历史，一个有人打前神斋，扁头路尊者就会出现。就会实现来书记的重要，所以从前太多的丛林哈，一个永远打前神宅啊，方丈佛上的旁边上呢，我杀一个圣神错，圣神错就是讲打前神宅扁头路一天要来书重要，个圣神错方啊，哪我一个办装那个办出来重要那个扁头路尊长，所以个就哪我有圣神错。至少有按那个情况，一下个发明，一个故事啊，我是从广福后啊，他那个永宗法师讲的，永宗法师是十四岁去泰州，在泰州方一个修行，带太丛林带过净土，那么广福后让他转到台湾，那么刚刚是俺说十三那时间还是一个小沙弥，永宗法师曾经还讲过，讲泰州有一个丛林，扁头路尊者讲述一个前神宅的故事。讲有一年有一个施主发心嘛，大前神斋啊，那么就当然前神斋嘛，有圣神为了降临，他给谋神圣神错，那么正太宗过堂吃饭1000个以上的出家人过堂吃饭的时间太宗都到过堂而来，突然就一个出家人，突然间一个出家人年纪轻态，身体上去南流做个什么烂烂破破烂烂的袈裟，来到营业斋堂呢，撇个位置检查，他就坐个主持的位上，坐个主持的位上，坐个主持的位上呢，这是有纠察师吧？纠察师讲那个方丈和尚的位本来跟那个烂漫和尚坐去呢，就很挤下来，很下来下来，在旁边听到位，你莫坐那边，个方丈和尚啊，他是检查了，马尔太宗一声音来，一跳呢，坐好呢，坐好的方丈来呢。我哋系冇必要坐，个招待室看到就戳住嘅，方丈和尚来嚟系冇坐啊，就行成嘅响住下要唔喊咩，就扮紧义工，义工扮喺就喺义工张书呢，让佢得扮床床，然后冇下，义工咪扮喺仓库床，个方丈和尚如果都讲唔可以唔可以，让佢俾佢，俾坐俾坐，个俾坐，挨坐啲俾住，就个旁边啊，门角方旁边方啊，临时摆杂嘅一本方丈和尚坐，那么。个吃饭的时间哈，有行同事添饭添菜啊，添唔差不意思啊，饭添嘛老师啊，添饭那个行同事之后啊，一个菜饭捞出来嘞啊，
台湾天嘛老是给他翻翻又露出来了，给他翻翻两后台，翻出两后台，阴顺没报啊。哦，也就是说，讲过让我很奇怪，让我村是没报啊。那行同时啊，火烫的啊，跟菜粉拿出来还蛮有标那些啊，你啊啊，你拿出来标啊，就是较麻烦啊，装不得菜了，就碎就按拿了存出去，存出一份行同时装出来了。那行同时没拿到个小时，装出来不就火烫的太太的骂你了呢？挂菜就骂你，骂你个菜粉，接完下面就跌下去了，跌下去，夸张的跌下去，人也不见得的。人也冇咧，个碗啊，接受天下行，打到五十，打到五块个碗，个碗行呢有五十字，一上一十字，打破生死关，五十字，冇看到咧，哦，家长人家提到我，面头都准炸了，叫做重阳，哦，二孔又放到仓库床，啊，我又不愿打他，嗯，所以也就是。啊，讲个扁头芦笋仔，四川菜那个天山寨个发挥方啊，就是很重要。所以从此以后，逢年食天山寨吼，广场和尚的旁边，那爱食顺神错，至少是阿里的人员。那就是讲话扁头芦笋仔吼，永久无离开人间，只要你食在，你就会来应用。那么天山寨啊，往往只会四川正式的人啊，分散在出感染的群众中来去应用。讲你讲普通大宅呢，那就是用一些木材或者天然板的方式来接触中央。所以扁头芦笋仔福田之一，大宅啊就会中央到扁头芦啊。那是第十一位，第十三位甲流陀儿，印度话翻成中国话按照黑讲，哦，五年的啦，荷兰啊，哦，也是无边无边有光明而黑讲。二在福地子当中呢是高发地一。啊，还不个四炸，四炸老四炸莫重要，四炸死后才不个身边，四炸还不死在个人，不喊一个年纪那位做嘛个判嘛个事情，就专门假流陀儿去，是假流陀儿，因为去尝试舒服个司令到各地方去判事啊，所以就顺利个机会高发众生，所以在菩提之中呢，也是高发第一啊。根据评论的记载啊，甲流陀儿在佛弟子当中啊，在泰噶的时间是甲毗罗国的泰神啊，后来见佛出家，所以证阿罗汉果以后啊，多佛的使者是高发第一，也是甲流陀儿。其实是因为摩诃迦宾那，迦宾那翻成中国话叫做黄修，黄岩的黄，神修的修，啊，修佛的修啊，读书上读修。黄修啊，天上二十八宿的神修之一啊。那么其实属于天上的神相家，也是神相家。所以这个天上的各种的神相啊，是提得最详细。因为其实一个神相家啊，出代了的天文学啊，所以其在佛弟子当中呢，是属于第神修之一。地神修体一，简单讲啊，就是天文学家。佛体之中啊，嘛各样的都有了哦。现在像不但是这一类呢，乃水木匠啊，乃至铁工啊，科学家当中还蛮有多水来的。啊，相信无论哪一种人，在佛体之当中都有。你看在佛经中的记载，上天还有最一苦的桥本。啊，专门开本神佛的人，上下也是见不出家哦。那么一个所以可见那个菩提子当中啊，那就是任何人只要很真发心，不都能够出去出家啊，都能好不修行。所以上至国王太子啊，所有的太地位的有地位的人物，下至一般的庶民，最穷困的庶民都白相啊，无名受说，人人都可以见不出家。所以佛土众神啊，并无限制，无规定讲的哪一种人，只要你发心，你就可以吐啊。真发心要好佛的人，佛个个都吐。所以这个摩诃迦宾啊，在佛弟子当中，地神修第一，属于天文学家哦。天文学非常重要啊。家庭讲的提的天文学啊，那对这个比如我们现在这个各种的像那个气象台哈，太好说，
都是需要懂得这个天文学啊。那么应当摆这个模糊在边上做事故。因为第十五位破纪录，破纪录在不第十之中啊，其实有特殊的果报，不是的果报啊，数年就最长是多160岁，又有出世的时间有50个果报。佛说阿弥陀经现在讲同时的当时佛说阿弥陀经的时间的唐宋，就是第三文宗，三文宗的上书名啊，讲16位尊者，嘉宾啊，翻成中国话是房修，房间的房，修啊，就是修破的修啊，托气上做修，因为也是神修的修，就是天上18修的神修的名啊。其中有一个神秀名叫黄秀，亚维尊者的名叫黄秀啊，因为其实在菩提寺当中啊，属于天文学家，对于天文最有研究，神秀学天文学最有研究，所以在菩提寺当中呢也是第神秀之一，也就是说吧，是一位天文学家。上回是讲到摩诃迦宾呐，现在讲第15位破纪了啊，破纪了，破纪了，印度话翻成中国话，按照善用善，就是修善法的善啦，是善的善，容啊，容貌的容，相貌的意思，这个相貌上来啊，去如何去善顺。信号啊，所以是善用，有特殊的修身情况，有50的果报，就是讲话破纪录一出世的时间啦，老平常人唔重要，第一出世啊，系一点肉球，圆圆像球一样嘞，一出世就在天南下方落落凡。现在父母看到出镜，像我讲你们个妖怪哦，要么出到在人人的肉球天南下方进凡呐。那么一出镜呢，有不看人就装扮了点肉球啊，因为几乎看做点饼，有个点饼的熬盘哦，就像你平平的点盘呐，过手天忙那个点饼的那种的熬盘，你就装扮一个肉球，装那个熬盘上去点，可是手艺没事，点不是。在这个牛盘上呢，碌碌饭冲涨，那么一看到牛盘点盐多呢，都锅头上煮一锅滚水，就将把个肉球拿来将那个锅头的滚水上去煮，滚水一煮也没事，也进饭在滚水上翻来翻去没事，这就是第一饭了，第一次牛盘点没事，第一次滚水煮没事，那这个感应看到很奇怪，滚水也煮不起啊，也不知道那个妖怪昨天就拿来挑啊火上去，接着呢唔会飞到太火上去啊，想把这个肉球丢啊火上呢，海水浸也唔会死，在火上冲浪也是翻来翻去啊呢，因为这个肉球在火上翻呢，太唔看到这个肉球就是给摔落去，本唔会吞落去，唔会想把这个肉球吞到肚上啊，也唔会死，第四翻咯，海水浸唔会死，第三翻是落去从五度方也不会走方不会死，这是第四番，那么也是四年的肉球的五个呀，本该拖回的人作五个的人作到啊，也是五个被作上来呢，作上去啊，就把这个五个拿来破肚了，这五度破一块了呢，这肉球就翻出来了，翻出来就从一个作五个的感染来不卡方呢，翻来翻去的地南方落落翻，哎呀，跟人看到肚破过来一张，跟肉球翻出来进翻，看到出将小马个破个个多呀，就劈下去啊呢，劈下去跟肉球就劈到两上，劈回来就一只生意呢就出来了，我眼睛叫了，就天翻多一劈没事啊，一劈下去这看来就让人个结烂，这看来重要啊，生意呢就出来了。那么一个做五个人反击都拿不得，因为一个做五个人拖回个人
都好处莫子莫五啊，人家去多了呢。可能我一个五度行，一张肉球出来，本就多一片啊，去一可能就是变成一张红眼啊。等于呢，这个比眼眼个研究哦，就这个拿起来新房子，就比人家多来啊呢啊。那么因此后来也给你也追跑去了啊，有五不是个过磅，就是经过一五番个运动不是个都唔是。牛盘剪唔是，灌水柱唔是，开水泡唔是，唔系落去唔系是，最后用多一劈也冇劈是，根本唔会上落去，多一劈裂开来，有事实啦。所以一出事就得五不是个过报，后来听多些咧，后来剪不出家，那么出家以后小行僧阿罗汉个，那几在菩提子当中呢，一个数年最长。十多一百六十岁，一百六十岁，所以在佛弟子当中呢，寿命第一，寿命第一，寿年最长的人啊，在佛弟子当中寿年最长，一百六十岁就是破纪录了。所以在每一位尊者都有一个第一，也就是寿命第一啊，寿命最长是一百六十岁。那为什么这个按长命又讲五不四波呢？他经常讲。有那个破纪录生生世世啊，死不杀界，过去多生以来受不界，死不杀生界，生生世世不杀生，所以这个身体健康无病，寿年长啊。身体去健康无病啊，马该灾啊都伤及唔多，那么寿年就挺长。生生世世安尼，因为佮生生世世死不杀界，你啊就是死界个死不杀界个果报。所以今年二九身体健康无病啊，那么二九长寿就无去杀生。刚才讲你多杀生，使众生的生命缩短，使众生的生命受到伤害，那你去加上二九长寿，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因此要求健康平安无病啊，那么二九长寿啊，这个师兄所谓长命富贵啊，二九长寿那得比天而减少。那么吃不杀戒就能像破纪录是一百九十岁，那么众人出生的时候遭到五重灾难呢，都不是所谓得五不死之报，也就是因为吃不戒磨杀神所得的果报，也为第十五位尊者。十六尊者最后一位第十六，阿耨留陀。阿耨留陀在其他的经方被翻作阿那律啊，所以反正阿那律陀，穷一个人，只是印度的梵音嘛，穷强音所长啊，阿耨留陀，阿那律，穷一个人。阿耨留陀配阿那律翻成中国话嘛，讲到无贫，贫是贫穷的贫啦，无贫呐、啊，就是两位尊者一生生世世都进富足，唔会做到贫穷的果报。那么因此给你一生生出来的王中康还是家门里佛做太子的时间给唐罗台，是家门里佛给做太子的时间给父亲羌梵王，羌梵王四兄弟啊，四兄弟啊，四王每一位各有两个来自，四王八字啊，羌梵王两个来自就是释迦多，后来出家成佛是解梦念佛，还有一个男陀双回放台啊，他就是几个同父异母体。听因为拍饭房有两个孩子啊，就是提婆他多，然后阿难陀啊，提婆他多阿难是请容体，可是听因为拍饭房的孩子。第三，福饭房，福饭房两个孩子，他个是摩诃男，就是后来继承。加比罗国的国王啊，羌梵王过世以后就摩诃男做国王。那么第一个就是阿耨留陀，福梵王的那一第一个就是阿耨留陀。那阿耨留陀后来也见不出家，所以其在菩提子当中呢，因为也是修得田园同，所以是田园第一。那先讲几种嘛个东西，讲两个按照五品。根据这个四川人他经常讲，阿耨留陀啊，
他九十余家天有一神呐、啊，做一个穷人啊，江头埋没个穷人，有一年看到一个出家人呐、啊，已经准备几副高个出家人，要想去讨饭，啊，因为当时啊做地方没饭吃，哎呀，个准备几副高个人来讨饭啦，因为做地方没人布施，他家人二十都唔得多，哪有好布施呢？所以最后来到一个阿耨罗陀的前身的所在，啊，阿耨罗陀这个本身挺穷，也是没好吃。这一年呢，多多有一碗饭，啊，皮饭，就是给清炒的米，老拍子上来去种，种到个炒米饭，啊，就有一点一碗个炒米饭啊，本来去搞二十个，那看到两个出家人来托办，啊，把空空，也看到人饿到很辛苦。啊，我都办事，所以是一个穷人就想讲，挨虽然无好食，啊，他挨根本嘅来玩，唔会饿死死，就奖把几次家嘅一碗饭啊，就供养嗰啲出家人，就是已经真皮几副过嘅出家人。那么供养完以后啊，所得嘅果报，就是生生世世啊，非常嘅富足，挺好呀，挺有钱，家庭环境挺好，生活挺好。所以九十亿将来不是得到贫穷的果报，所以你还生转生做王子仍然是挺富足，而且挺贵，富贵两全。那么因此呢，这个阿耨罗陀的名称啊，根据健康讲是由安利的原因来，就是多生多世都是因为那个雄阳真皮几乎过的人啊，七家模式年纪啊一碗饭的雄阳那个皮几乎所讲的果报九十一家嘛，唔会贫穷，所以是无贫存在。啊，佮财富弟子当中是天眼体验，要么我得到天眼体验呢，你也有缘故。阿耨罗陀是一个王子，在王中方享受惯的，虽然是把心间不出家，但是一害太，唔认真修行。众人不做个说法的时间，就做个谈法吧，谈不说法吧，他没认真谈，可能谈法呢就动目帅啊，那你讲好好谈，我能一听哈，实际上没动目帅啊呢。他谈不讲法的时间哈，你可能就动目帅，尝试啊呢。一谈法就说到动目帅，啊，是干嘛？你不看到那个王爷刘传呢？尝试可能动目帅，谈法就做个一听动目帅，啊，你哪得到法几多呢？在你引导，所以因此世界始终看到也没来高兴机啊，将来会吹了啊，小行没进步。所以有一年正在说法的时间，阿耨罗陀啊，所在前面方在覆盖起的蒙吉人的所在呢，不看到右手的都没摔了，右头筋啊没摔掉的，我就饿出去，哎，很像就挖野，说了一书去讲，多多何为帅。罗斯邦坎瑞邦坎瑞啊，一衰一前年不闻佛名字，头头亮的是个多多，就是头字面这个出世啊，就可以上好几个意思了，好几太上好几还没想何为衰，你多么样子让你进衰梦呢？你说法你们认真谈法，你多么个做个衰梦呢？按好衰啊，喊一百你就会做罗斯，罗斯是什么的天罗啊，天罗啊，邦感邦就是个也是一种游客的水出的通过啦，嘎就是喊的啦啊，从厉害的一个通过啦，一年都按住个衰木，后年的衰木啊，来衰木会保的啦，你按好衰哈，喊你把连人都没好做，许多天罗许多喊的啊，干就尝试越衰啦，该衰的挺爆多啦，啊、嗯，该一衰啊，衰一千年嘛，没久，一衰一千年。那你们把我谈法啦，不闻不名字，连不个名你都谈不到啦，没讲讲个谈法。哦，个当年白中啊，安尼提我出吼，看我尿流头，当然是非常没面子啊，亲见笑啊，你呐、啊，那亲见看呢，当年白中方本人在那边啊。那个傲慢、洁癖啊，使得佮冇面子，所以不
生产那个台中啊糖厂的时间按多年头个面用看有天用百步，所以没骨头加个面子当面就偶吃给啊，我你按好算啊，你没做天肉做汉呢啊，挑眼算所以天眼也不跟两路他们多按偶吃给各种听某面子啦，听见笑啦啊，听见笑啊，这个地皮子刚刚按让我按好算啊，穷几没一回事按你算不呢，俺不单讲长发个时间唔帅，俺连按不上俺都唔会帅。就俺努力点点小行，从刚刚开始认真用功，唔帅咧。那么木柱啊，以帅为实，喺木帅啊，木柱就会饿死。因为连续多年木帅，结果木柱都成片了，眼柱成片。不就那个因为木帅的缘故啊，两张眼柱都黑掉了，木柱都看唔到咧啊。修法工啊，就看眼了，上面啊，木柱都看不到。我眼了头，木柱看不到，个清清楚啦。啊，结果木柱我是来看不到。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以宣扬佛陀正法、培育优秀僧才、积极社会公益为旨志。20多年来，借由各项法务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让大众接触佛法，明白因果业报观念，才能断恶修善，改善命运。所有的方便法门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学习佛法，才能离苦得乐。这是慈悲置业的长期以来的使命。为了护持佛法永续，利益更多众生，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邀您继续护持，共同推动慈悲置业的各项会务，让佛法甘露遍洒各地，润泽群生。护持邮局划拨账号：50444468，50444468，户名：财团法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总管理处。地址：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电话：0398993190，0398993190，传真：0398987870，0398987870。小神通月，观世音菩萨殊胜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1000亿兆倍。
法华功德妙难思，十方诸佛所称赞。若读若诵若解说，能入涅槃解脱道。慈悲置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特举办恭送妙法莲华经，恭请广护法师主法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日期11月9日到11月11日，时间每日上午9点开始，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电话0398993190398993190398998986866，0398986866，宜兰大悲观音道场，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疫情期间参与共修，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慈悲置业诸善行，十方信众共成就，其见细念归净土，名扬两利度有情。特为紫安地藏殿英灵牌位及报恩殿所有历代祖先做超度。佛教慈悲置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特举办中风30系念超度法会，恭请广护法师主法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日期12月9日星期五，时间上午9点开始，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电话0398993190398993190，宜兰大悲观音道场，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疫情期间参与共修，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那么我们接着说这个觉沃吉一行人啊，他们离开了三耶寺，往这个涅槃的方向前行。途中呢，觉沃吉的另一个大弟子摩依师，在他的这个盛情邀请之下呢，觉沃吉便决定留在拉萨小住，而且呢就参观了就现在的这个大昭寺。觉沃吉刚到大昭寺门口的时候，就在迎勤他的队伍里面看到有一个身材高挑、皮肤泛白的人对他大喊：欢迎大奔之道，胜利胜利。见到这一幕呢，觉沃吉呢立刻翻山下马要冲过去，啊！大家呢，一旁面面相觑，一脸茫然，猛然就问道：“啊，请问您这是在做什么？”啊，觉沃吉说：“难道你们没看到有一个皮肤很白的人吗？”啊，大家纷纷点头，都说：“啊，看到了。”那有什么特别的吗？尊者答道：“啊，那位是我的本尊观音菩萨，我想到面前去礼拜，但是追不上他。不管怎么说呢，接下来呢就是觉沃吉就进到大昭寺里面进行参观。当时呢，他见到一尊吐蕃时期的国宝级观音像时，心中为之一震，说自己从来没有见过比这更惊艳更殊胜的观音圣像。他跟个观音本尊呢毫无二致，于是呢就做了许多许多的供养。接着呢，尊者又见到觉沃佛，他再次发出感叹：这跟释迦牟尼佛没有任何差别，这就是佛陀本尊。于是呢就马上找来了一位尼泊尔也有可能是印度的一个画师，吩咐他画一幅唐卡，要跟觉沃佛一模一样才行。于是呢，这位画师就画了一幅
五尊佛陀。鸠摩罗一看呢，说道：“啊，不像不像，重新画。”所以呢，画师又画了一幅。可鸠摩罗呢，仍觉得不够满意。总之呢，就这样，反反复复，一共画了七次。终于呢，到了第七幅的时候，鸠摩罗才，比较认可。于是呢，就把这幅唐卡留在了他的身边，作为这个祈祷的对象。后来呢，虽然呢，他想把这幅唐卡呢寄回印度，但一直没有机会。最后呢，这幅唐卡就留在了涅唐寺。至于现在何处呢，我们就无从知晓了啊。那么鸠摩罗在住在这个拉萨的这段时光呢，莫依师等很多人呢，从尊者处啊领受了很多灌顶，同时呢，他们也一起翻译了《度母成就法》等等不少的这个密法典籍。尤其是在莫依师的恳求下，鸠摩罗开演了《中观新论释思则宴》，当时所讲的这些内容的精华和口诀呢，都被翻译成了藏文，现在也可以看到。与此同时呢，尊者也讲说了一些有关律典的内容。不管怎么说呢，鸠摩罗来到藏地之后呢，原本呢心里有一些弘法利生的想法和打算。比如说呢，上堂课我们提到啊，小乘有四个根本部派：大众部、说一切有部、上座部和正量部。而当时呢，藏地的僧人所受的这个出家戒，全部都是来自这个说一切有部。而鸠摩罗呢，想要将另外三个部派的戒传也都传入藏地，这样一来呢，藏地就可以完整的具备三个部派的僧团。但是呢，由于在此之前呢，印度的部派之间就有互相争吵不和的先例，因此呢，准顿巴就觉得藏地会有类似的情况发生，所以呢就制止了鸠摩罗建立四部僧团的打算。所以呢甚至今日呢，藏地所有的僧众都是属于说一切有部的僧团。总而言之呢，鸠摩罗的这种种种计划呢，最后呢都未能实现。连他自己也感叹到啊，不让我讲密法，不让我讲这个《朵花金刚歌》，现在连僧团也不让我建啊，那我来藏地还有什么意义呢？后来呢，几十年之后，米勒日巴尊者也曾经对冈波巴这样说过：“藏族人太笨了。”不让阿底峡尊者这样的精通密法的人讲说密法，简直就是愚笨之极。